葱油大头宝。端饭了，许。来了，到位。先带碗米饭。这是那个葱油大头宝。来，再来一碗。那个直接上锅吧，哎呀，好烫。哎呦，哇，整个大锅呀。正好屋里凉。今天是三个菜，这是白菜、冻豆腐、木耳、尖椒，一个扣肉，小鱼儿，开饭。开饭。好，大家，我是美食阿姨，我们要吃午饭了。开饭，我先吃我这个大头宝。大头宝。你就爱吃大头宝。嗯，大头宝最嫩。嗯。冷呐、啊，这不底下的皮。老许扒两瓣大蒜，每人一半。原先就不吃大蒜，现在给我吃大蒜，你就开吃。今天不是有扣肉吗？有扣肉吃大蒜呗。原先你不吃。来一片肉。哎呀，都夹不起来了。我这个肉啊，我用高压锅压的，看看。就是特别软烂的，高压锅压了一个小时，时间够长的了。嗯，真是特别软烂了，好不容易夹起来了。嗯，一点都不腻。你看，帮助我，整点小鱼鱼儿，你这菜不知道，咔咔。嗯，应该是没有。嗯，这肉太香了，太嫩了。不是你的肉，我说的是扣肉啊。我尝尝你这个，好吃。嗯，那小刺儿都能嚼了。是啊。嗯，这扣肉好香啊，扣肉太香了。嗯，等会儿我来一块儿。给你来一片。嗯，真的。等会儿，我扣肉里面那个切怎么样？嗯，妈，这切老远了。嗯。香辣椒，那就整一个来。妈鬼妈，你还得弄，还得弄。这个肉呀，太解馋了。这电炉的，我先没炉。这个肉啊，蒸出来特别特别多的油，因为我没放油，所以呢，你别看它是大肥肉，但是油蒸出来了就不腻。这啥丸子？牛肉丸。牛肉丸。嗯，好吃吗？嗯，这不是买的肉，自己弄的肉多是吧、嗯？这上次那个包馅剩的。哦。嗯，挺好。这下面我放的茄子干和那个，角蛙干。茄干，老远了。这大肉太解馋了。太香。太香了。不行。嗯，光吃大蒜了。大蒜解腻，这小老虎。好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喜欢就点赞、评论、关注我吧。你尝尝怎么样？嗯，太软了。扣肉必须得软。嗯。